咱过来刷落哈，咱要来讲啊，这个观念嘛，我啊真重要，就是讲现今基础加这个做啊宽阔的发生基础，这两个啊，我简单有的我拢无清楚啦。咱何顾问啊，伊捌交一张讲，迄、那个咱健保会啊，拢当年啦了钱，啊因为有一个学者提出讲，应用两个，就是伊用这两个啦，就是现金基础甲啊。全责发生基础，这两个因为做基础啦，算出来财务报表都无同啦。实际上，因为有诶安尼讲，大家会我也无了解，讲啊到底是安怎？啊，什么叫做现金啊基础？现金基础就是简单讲啊，咱若去看医生。啊，挂号、提药啊，偌济钱？咱有咧讲欠少的无？看医生拢无欠少啦，所以医生啊，因拢采用什么基础？现金基础啦。啊，医生管咧买药啊，哦，药啊送来，伊讲偌济，伊啊付偌济现金予伊。这叫做现金基础，安尼大家都真清楚啊！吼、哦，伊无咧计数的啦，啊，用现金收入甲支出为这个伊的迄、那个财务的计算基础，所以伊今仔日那家讲别人200个来看啊，我有收到啊。怕说50,000块，我今天人送注射药来，我付30,000块出去了，所以今天赚20,000块，这就是叫做现金基础，用现金，若不是用现金的都不算少啦，只要用现金在收入支出较算啦，啊，人即摆要讲，咱健保会啊，健保局啊，伊讲，伊咧报销，伊讲用现金来算啊，了钱啦，先啊了钱，嗯啊，马英九咧做。市长的时阵，伊欠的钱啊，唔付啦。啊，你若用这来欠遐济亿拢唔付，啊，连着健保钱唔倒哪爱倒？这就是啊，这个观念啊，这就是观念，用现金来做基础的会计制度。啊，咱即摆过来讲宽啊宽前者发生基础的宽阔发生基础啊，这就是以这个咧做小的基础啊，无论你有用现金，还是无现金，是今仔日发生一小，拢爱计小。那个讲，咱今仔日啊收入50,000块，啊支出啊这个病医讲支出30,000块，啊若是有人搁送药来，搁送50,000块来，话咱医生管都啊无现金啊，安尼咱就讲欠咧，安尼啦，你。后个月才来收，啊，欠的这个，咱也爱记下，
咱记，咱就是咱应该爱付的应付账款啦，应该爱付的账款，咱啊爱甲记晓啊，记得啊，咱有收入这个叫做啊注册啊这个物件啊，咱欠一间公司人送回来一间公司，这叫做啊。专款啊，这前者发生基础啦，伊就是伊今日咱嘅营业嘅交易，营业交易，无论有收到现金，还是无收到现金，还是支出啊，无收到啊，无付这个现金，咱拢爱记下啦。啊，实际上咱即马讲嘅，就是复式会计。复式簿记，复式簿记啦，拢有叫做借方，有叫做贷方啦。啊，所谓借贷方，这个会计内底啊有一个借贷方。啊，这个借方甲贷方的演变啊，就是依照会计的方程式。啊，会计的方程式啦，啊，我简单我写给大家做参考。啊，会计的方程式啊，啊，就是讲，咱资产等于啊，啊，业主的权益，啊，这就是会计方程式。啊，咱甲讲，伊这就是搁讲到啥物迄类啊？咱照讲啊，咱一般啊，复式会计啦，这叫做啊，咱叫做啊借方，啊这边叫做贷方。一个交易，一个交易。所做出来一定有借方啊，甲有贷方吼、哦，啊，伊个会计科目啊，一定有啊，这个钱啊，一定啊上顶啊，一定上顶啊，这个钱一定上顶，这就是讲咱啊，咱即马咧做啊，唔是做流水账啦、啊，做啊复式会计啊，啊，这个，我直直咧想讲，咱啊要。我有当时，我会甲我的学生讲：，你若要拿诺贝尔奖金啊，去研究讲，看有法度突破、改变这个会计的借贷法则啊，借贷方法。你若有法度研究出来，因为这个早期意大利那边啊发明的，甲即嘛足久啊。哦，十七世纪啊，一直流传到现在，好像没有突破，哦，无这突破，哦，这里所以讲，若有要提诺贝尔奖，我会使去研究讲，咱咧计数啊，无咧过借方甲贷方啊，卖计借方贷方，看法度去改变，还是看用什么方法啊来做这个。当然，有人去想到叫做矩阵会计。啊，矩阵会计，矩阵啊，伊唔是用借贷方，伊就是讲这边啊，甲这边啊，但是伊那是借贷方的方式，伊无做这个分录啦，伊干呐摆啊，迄个用矩阵吼，哈、啊，这个来摆出来，啊，那是几乎同款啦，啊，类似这个观念，给大家吼，啊，做啊进一步啊，大家那边。啊，去研究吼、哦、这方面。啊，即卖要讲会计政策的问题。啊，这那是什么叫做？咱即卖了解讲啊，一般公认的
会计原则，啊，即马来讲会计啊政策，啊，会计政策就是讲咱要来执行这个会计啊，拢去选一个安怎，选一个较好的来计较啦，吼、哦。咱这个会计政策就是会计啊，来编这个财务报表的时啊，采用的基本假设、基本的原则啊、详细的准则，甲这个程程吼啊、甲方法啊，伫当一个啊同一项啊有无同的会计政策来算的时啦，有来互咱算的时，咱主要要。运动，吼、哦，运动，吼、哦，来表达，吼、哦，运动，吼、哦，来表达这个财务啊，这个状况啊，甲经营的成果啊，这个就是讲会计政策啦。啊，这个是安怎讲？咱即马就是讲，那要因为会计政策无同啊，所以讲咱请某只会计师，甲某一会计师。来记的时候，哪会拢无同款？啊，无同款的原则就是安尼，因为伊的思想、伊的选择，伊有遮济吼。讲、哦，咱头拄啊讲的有一个这个基本假设，啊，甲伊的原则，啊，甲伊的做啊方法，哦，这个方法拢会使选，吼、哦，会计因为有足济方法。那么，那么讲讲，有诶讲啊，即句以即句来讲啊，即句啊，有到虾米方法？啊，那即句内底，咱有诶讲啊，上简单诶，啊，就直线化，啊，或是啊，平均诶方法。咱即个机器买来用十年，啊，就低十年，啊，一年爱即句偌济，即上简单。啊，实际上，甲少会下袂下？唔讲啊，我都安尼做啊，安都上简单啊，啊安那是正确啊，啊都买来十年，啊我这个机械，我谈十年就好啊。实际上啦，甲实际一定有脱离啦，因为安怎讲有脱离？我买来这台机械，那讲啊。一百万用十年，一年赚十万。但是咱买来这台机械，即马生产的效率，生产的效率，边啊的公司，因阁买一台较新的，咱生产只一工件啊一百件。人买较新呢，一工300件，安尼咱个成本比人较悬，生理啊，煞去予隔壁做去，安尼咱要安怎？咱会使用会计政策个，咱讲安尼，咱袂使用平均来算，咱爱用啥物来算？咱有人啊，有人安尼讲，咱用什么加速折旧，吼、哦、加速这个折旧。咱哪爱个买新呢？机械甲隔壁的同款啊，一天我做啊300，那因做350，咱做350，咱发到该竞争。所以咱诶，这个折旧的计算啊，以前的。啊，都算去啊！无贪的，起码做一届来贪，来贪这股。这有诶叫做，哪要讲啊？叫做沉没成本啊！这个成本啊，咱会使叫做沉没成本啊。那依照这个专有名词来讲啊，会使安尼讲。所以讲，这都是安那，下面叫做啊会计政策。啊，这个观念和大家啊也了解哈。啊，咱即马啊来搁看内部控制，哦，内部控制啦，
啊，实在啊，足重要的哈。啊，咱这内部控制啦，啊，是企业单位对财务啊，这个营运上哈，这个主力啊，这个科学规定加实施。啊，间接的都是来啊，来检核哈，啊加这个监督。啊，会计政策的落实啦，啊，伊的效率个效果啦，拢会得啊反映出来安尼。啊，咱即马过来看，咱只讲会计制度啦，是一个理想甲标准，内部啊控制啦，是一个监督的过程啦。啊，内部看啊控制也是一个监督的过程。啊，这个咱可能。了解啊，主要啊，内部控制要做什么代志？咱要来做财务报道的这个啊舞弊啊，咱一直发来加控制，无法卖可以发生安尼啊，吼啊加侵占啊，国内来利用和啊加这个侵占资产，这主要咱内部控制的目的是来防止这两项。啊，因为咱防止这两项啊，咱会得看出来，即嘛，伊个进行的方法的盈余管理哦。啊，这个所谓盈余管理啊，吼、哦，盈吼、哦，咱要谈还是要了，啊，拢是高层啊，高层。咱这最上重要就是讲，咱今年啊收入足多嘞，伊会想办法用这个科目。用这个科目，今年收入足多的话，伊就把这个科目安怎拨去，明年做明年的收入。这也足多的啊，咱国营机关啊，咱嘛要特别注意。哦，有诶，咱迄个叫做中油，啊，到国外落价落足厉害的，啊，咱叫做啊诶汇率啊，咱迄个汇率啦、啊，咱代表啊伫咧升值。啊，因为咱要买油的成本已经降低，哦，啊，伊无去算你降低，伊就讲石油啊起一撮，伊就要甲你起足济，啊，这就是什么原因？这因就想要，我的看法就是，因要想讲，甲钱啊，赚较济的起一寡都别位啦，啊，甲摆个啥，甲少甲讲啊，这做。每年的收入啊，伊个科目用科目啊来啊把它啊延后了，这个就是盈余啊啊，这里有说啊，这东西高阶层啊，遐个啊总经理啊、董事长啊，才来做啊决定啊，因有法度操控。啊，个收入的管理啊，当然咱头拄啊讲啊有这个情形，啊过来。来，这个侵占这个资产啊！啊，当然这咱啊会使啊足济的啊，咱足济会使讲的，这就是讲，因为咧管理的人，伊知影啊，那个动产吼、哦，咱一般的这个资产啊，这个啊资产啊，应分为动产甲不动产。动产伊就会搬入嘛，啊，那个现金哦。啊，这就是我咱啊叫做啊，伊是流动的，伊也较方便，所以讲啊，这个现金哦来啊窃取哈、啊、偷取，啊个这个叫做不动产啊，啊都慢慢的变更，慢慢的变更，后摆拢变伊个，哦较早啊日本时代啊留落来这财产，我看。慢慢的变更，即马拢差不多是国民党嘅东山拢差不多安尼来的较济啊。哦，那是哦，因就是讲用啊，用这个，因为有啊侵占这个舞弊这个手法来窃取哦。啊，内部控制的缺失的风险啊，大部分分三种啦，啊分三种，这个就是讲。这个啊，这个
有的是讲啊，这个啊诱因啊啊的动机啊，甲这个做压力吼，啊甲机会，甲这个合理的啊态度啊态度的合理化啦。啊，主要咱所讲的这个管理人员甲其他人员故意或遭受压力吼，啊，那么。犯的诶舞弊啦，啊，这就是啥？这就是动机啊，因为犯伊内部为什么发生危机啊？发生讲有这个内部控制无好势啊，拢有这个情形，就是第一的因素。啊，第二个因素啊，就是讲咱有给伊机会，有给伊机会。啊，因为主要这就是说。环境可以管理者、哦、或是员工有犯罪的这个机会啦，啊，这个机会是什么？拢授权过大啦，啊，佫无这个叫做啊那个诶分级啊，迄、那个轮调，这也是就爱注意的，吼、哦，啊个一般咱所讲的政府单位的主管的特别费啦。啊，因讲啊，都以前安尼发，啊，即嘛呐安尼发，哦，啊，这都是讲因认为合理化啊。事实上啊，因为这个是啊不合理的哦，这都是不诚实啊，也无啊违背良心的代志哦。啊，因认为讲是合理，啊，即嘛啊来阁加以介绍第三点啊。啊，这个情形，哦，啊，咱机会是主要是授权，哦，过多，啊，加迄个有，咱唔知哪卡咱啊老一辈的吼、哦、的人拢这个感觉，原早要去银行工作啊，咱大家要去银行工作的时，拢一定爱和你搁找一个只。保证人，啊，这个保证人是安怎呢？爱保证讲，你这个讲保证这个人，可能在银行做十年、二十年，伊那咧管现金的，啊，那现金的去哦，拨一二十万，还是拨啊几千万去，啊，你都爱去甲赔呢？所以讲，迄阵啊吼，有诶亲戚要来找保证啊，上惊去银行诶啦。去银行，诶、欸，咱要甲保证讲，伊入去银行，拢未出代志。哦，这个责任咪做啊？有时阵就是讲，啊，都亲戚啊，都虾米人诶，迄类啊，无都甲断者，啊，断者你都害啊着。这足严重诶，现在啊。较无安尼，啊！现在就是拢是啥？爱这个背景啊，拢你要用的人，你爱做背景的调查，吼、哦，背景的调查，爱了解讲这个啊可靠无可靠，吼、哦，啊了解了后，啊佫爱啊，迄、那个责任啊，爱分工，啊甲互因无这个机会，惊爱互相控制，哦，你要现金。哦，唔是你家一个人管，现金就是爱两三个管，这个啊管了，啊个一个互啊交过，啊互锁匙，佮另外一个交，啊这就是咱要啊要来做甲这个无互机会啦，无互这个风险啊啊有机会，啊这个咱爱特别大家啊爱注意的时候，你哪间讲？以后的工作上，大家拢爱注意这点。啊，过来啊，啊，这个上重要就是安怎呢？为什么讲咱两个总统拢互人讲，伊甲你抹黑，讲是贪污的总统？这实际上拢是抹黑。啊，咱会了解讲是安怎？因为上头啊，
诶，咁总统咁爱经验，话咱咱要做总统，讲啊你无经验唔好做总统，安尼咁总统咁有爱有经验嘅人来做，当然大家啊认为伊有这个能力可以来做，哎、啊，咱起码咱讲到讲，这个因认为拢讲啊，这个是安怎咱。这就是事务官啦，我咧讲审计部的人甲会计啊处的人，哪会拢无责任？这就是安怎？因认为讲这就是合理化啊，态度的合理化，讲啊以前啊老天爷都安尼咧用钱，啊起码恁来做总统。啊，安尼咧用钱，实际上根本拢是安怎，拢是事务官咧认为这个是合理化，吼、哦，因认为这个是合理化，啊，这就是安怎，这就是啊，实在是不合理化，啊，大家拢等于呐，大家拢领钱，啊，我。以前我捌参加大专联考的联招的内底的一个人员，啊，都报名收的钱啦，啊，收嘞，啊，尾啊考试了，啊，佫剩偌济，啊，剩的钱就去买册，啊，买册。本来学校去各学校分分的，啊，剩的阁有钱，啊，要哪处理？啊，就会计单位讲啊，大大小小造册子，每个人剩的偌钱，剩的偌济钱，才会啊，联招委员会委员啊，册子甲造出来，啊，大家。开一个会，讲要咱这个要结束啊，好，底下签一个到啊，册子来，因啊，等因啊，啊，分钱啊，2万块，安尼来分啊。啊，当年买什么主，什么人爱个买，早期联考考来，拢几十万人报名，啊，当年有当时啊，讲哇，即卖爱要个起价啊。报名费搁要搁起去啊！这拢是啥物？我认为这拢是因的观念，就是讲这个合理化啦，吼、哦、合理化。实际上，拢是啥物？变相的啊，发放这个工叫做工资啦，讲啊，恁来开会啊，这里开会的行路工啊。啊，实际上这拢超过，拢领万几块、两万块。啊啊，依照家己无同款，啊，本来领无同款，工友领较少，啊，主管领较侪，啊，校长要领较侪，啊，所以大家拢无代志。人事处的主任也有领，啊，会计部门也有领，啊，大家等等的，啊，这个小甲结去，啊，报销就好啊。啊，这就是啥？实际上，员工。好好啊，利用资源吼，实在咱台湾应该会过了足好足好。咱啊最近发生的，因人民呐讲安怎？迄个这都对咱身体有百害的塑化剂。伊安尼讲，伊讲，我二十年我都安尼咧惨啊，所以讲。看到这个话，因的说法就是啥？因就是认为合理化。啊，以前无查出来，无代志啊。啊，即马查出来，啊，伊个讲二十年我都安尼惨，你即马才发生。啊，对我来讲，恁都我要惨的是二十年，你都甲我讲，我好讲袂使惨。要讲伊无代志，吼。啊，这好，大家我去了解这个情形吼。啊，即马个啊来刷来吼，
即马内部控制啦，会做了无好，发生是拢是真大条的代志。可能无上报的人啊，啊无可能较无清楚。啊那大家啊较大条的啊，咱啊才会知。实际上啊，会计做了无好啊，营业的成绩也未无法度看到。啊，佮未来企业的发展啊，受到啊这个。啊，因为人民都拢无赚钱啊，啊，小做无好啊，啊，有诶小两三年才会知影，奈认真讲啊，咱来做啊，因为咱所了解啦，这就是内部控制做了无好。啊，咱即卖要讲国内啊，上大诶事务所，咱可能拢会了解啦。好、哦，这个咱讲比例啊，事务所。哦，啊，这就是安怎？这就是讲，因为主要啊，啊，伊拢是信任一个人，吼、哦，叫这个人啊，叫啊，咱所说的啊，伊信任啊一个人啊，了啊，咱叫一个啊，因这个啊，咱。咱所讲的，咱会使看讲啊，啊，咱主要要讲，伊是信任因一个啊，伫遮我二十几年的人，伊本身啊，啊伊啊，咱的。会了解讲，伊本身入来时，就对伊个身了解不够啦，因为他本身因父亲呐 啊都有这个诈欺的嫌疑在啦，有诈欺案的一个人啊，对他的身家调查无真清楚啊，后来。想要甲，因为我一二十年表现拢不袂歹，想要甲升起来做合伙人啊。合伙人的话啦，是相当好的，我公司所赚的钱我拢有分，但是伊到尾可能认为讲这嘛是一个机会到啊，所以伊只拢予伊诶一个咱所讲的这个啊，新地公司。所有的钱啦，伊的钱啦，委托这个钱啦，咱这个拢可以去管。啊，伊啊，把这个钱啊，保管这个三十亿这个钱啊，甲怎啊背叛？啊，伊甲外头啥物啊？伊甲外头啊，算账，卖的了后，卖到啊，外头算账，吼。啊，甲啊一寡啊，迄、那个旅行支票啦，啊怎出境？啊，主要是用伊个啥？伊那会使出境，伊就上头就有预谋伫咧。啊，预谋啊，伊个啊通知人，用伊个通知人的护照啊，啊他们老登登啊，啊盖面色啊要同款，怎啊用安尼化妆啊逃出去？这照讲是足大伫咱啊国内啊，用上大的一个啊，伫法律界来讲啊，一个弊案啊。但是咱会发现着讲，因为因两个啊，一个企业啊，会赔偿影响迄个知识的劳务吼，会做这个价格啊。来作为赔偿，这实在是在咱社会来讲，这哪有可能的代志？实际上，伊因这两个啊，伊爱赔啊，这个利率爱啊赔这间啊那个新地这间公司啊，所以讲因拢是啊，算讲有做这个
特色的啊物件啦，啊，所以因此因两个公司啊，拢会接受啦。讲我甲你做律师的服务，啊，我现在啊赔你的钱无够的，拢用以后的服务来甲你代替。啊，那无够的，怎咱村的来做关乎慈善机构，我无背无够的遐，啊，咱来做啊慈善机构。那我是感觉讲，这就是讲用智慧啊，以未来的加执行的，我加算做伊的要赔的资金内底。啊，那以后有出呢，还是啥，啊，搁拜吼慈善机构啊，咱。我感觉这就是讲一个我真趣味的代志啦，吼！伊讲，因这啦，因这就是用伊就是法律服务嘛，啊，甲教育甲公益的慈善呐，代替现金来赔偿，讲有用这个。我看伫世界我拍记录的。钱去予款去，款予伊个职员款啊，三十几万去，啊，三十几个啊，三十一去，啊，三十几个去，伊讲安怎？伊讲，啊，无要紧啊，啊，你用你以后个服务，啊，甲教育、甲公益啊，啊，慈善来代替这个现金来赔偿，这是破，应该是破纪录个。啊，佫一点啊。因为愿意啦，十八年来低效，十八年啊，咱也了解，可能有的这些较老的律师，我看我甲十八年可能我再见啦。啊，当然，因的想法讲啊，这就是永续经营嘛，吼，啊来接棒的我历史。啊，所以讲，这个和大家也了解这个，啊，这就是啥？像这个解决了后啊，咱讲讲伊内部控制啦，啊，做了无好啦，啊，像我一个宣传啦，啊吼，啊，所以讲提升哦两个企业的专业形象，这就无简单的一滴啊，这个解决吼。啊，个啊，博达啊，博达这个案件就是讲，伊本身做介绍啊，掏空七十亿，哦，即大家金额拢足济咧，吼、哦，啊，到尾啊，咱会得看到讲，伊到尾啊，五十啊八亿啊，唔知影走去倒去，甲现在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当然，伊这已经判刑啊，吼，啊，这予大家。知影这里、個，哦，啊个轰动咱台湾啊，所以讲咱政啊，咱人民交税啦，有当时啊税收啊啊，拢摕去乌白去啊去弥补哈，来补借要做啊多少的，哦，咱啊就无来呢，哦，咱会去了解。啊，这个啊，力霸公司哈，啊，力霸公司伊是大型的计划性的金融的犯罪，啊，伊甲中华商银、甲丽华票券、甲友联啊，这个产险、甲迄个嘉实化啊，中国力霸、甲亚太固王。啊，有趁钱的啊，有趁钱的，拢去直直改组，啊，直直变为甲因无关系，啊，紧卖的，啊了钱的啊，啊，才来做啊，这个无啊来，因为这东西拢做这个有一百间啊，稀释这个子公司啦、啊，交叉持股啊。
实际上啊，咱金融机关啊，咧监督啦，是一个足实一个，拢做无够。咱会记哩讲，伫看到新闻报道，王佑珍要逃走之前去见什么人？见王金平。安尼你就知影讲，这是来足严重的代志，一个国家的国会的议长啊，的院长啊，甲商人啊，这个结哦，这个叫做结交啊，来掏空的咱所有的债钱啊，咱会了解讲，伊所欠债钱啊，咱一滴啊，总数啦是2469亿啊的负债啊，2469亿。我看吼，咱会了解讲，为什么咱台湾人做甲要死的，啊，咱国家的损失遐济，啊，一直发生，财产不明罪啦，拢无法度好实施。应该是好的法律，那是私类啊，你的财产未带来的啊，爱说明你那超过，人认为你就是有犯罪的嫌疑嘛。所以咱好的法律在台湾拢无法度，因为国会拢是国民党的，这点真正大家我足无奈的，吼、哦，啊无法度，咱真济好的政策啊无法度做，啊，所以讲，即咱以后会大大来改进，吼、哦，啊大家有这个动心，大家。共同大家都在啊努力啊，咱过来看，这拢是什么原因？这拢是什么原因？吼、哦、啊，咱也了解是个高层的官说嘛，吼、哦、啊，加迄个交叉持股，哦啊，起码。那要发行的拢爱有找这个独立董事啦，啊，现在那要发行的这个董事会的产生爱有一个独立董事，啊，这种是我们啊对啊利害关系人不当的放款，哈、哦，啊，这就是不当的放款，创一个银行来收集社会的钱，啊，来给多少多少，啊，这。咱这个要怎国家才来负责的银行？哦，啊，咱会了解讲，上主要金融啊，我们金融啊监管专业啦也不足啦。当然，这是我是人的因素较侪嘛。啊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规范啊，那是无做到，哦。会计师是一个公正的人员，啊，伊违背了他自己的职业道德规范，啊，所以拢做一挂签的假账，这也是爱去负这个责任。啊，因为弊案啊，美国啊发生安龙事件，啊有啊迄、那个做啊其他的重大的案件，所以。啊，美国国会人因都啊，
推出啊，叫啊，咱叫做啊，迄、那个沙兵法案。啊，这个沙兵法案啊，啊，咱这个沙兵法案最重要是这几点。咱的内部控制啊，就是这几点，大家来了解，你阿摆就无这个问题。这几点会使摕你公司来用，你若公司用这几点来进行来做，我看你的公司我会真健全啦，我会真健全。咱即卖要讲，就是讲迄、那个加强管理当局的经营的责任，就是爱有负这个啊。保证责任，吼、哦！你和你因为董事长和你做，董事长和你做，总经理和你做，你所做出来财务报告啦，拢爱有啊，这个揭露的这个正确甲可靠，啊，你爱负这个保证责任，你若无，就是爱来受到刑罚来。判决20年、25年，所以咱的司法机关判25年、20年，可能我有加减影响到。好、哦，即马你若是董事啊，董事会的啊人员，啊加你董事长加啊，那讲啊，迄、那个执行长啊加财务长，拢要加重刑责。你以前所领的酬劳金都要归还，啊，禁止内部放款。你那些董事人员，你要用公司的钱啊，那禁止放款，哦，禁止，哦，那安尼做到，这就是管理啊经营的责任方面。过来内部的要求啊，加强内部控制的要求，哈、哦，啊，就是这个内部啊。这个要要设立这个审计委员会啦，啊，委员会内底一定要有一个财务背景的专家，啊，有诶那讲请独啊迄、那个独立董事啊，有诶类似请讲有这个啊财务背景的人，吼、哦，啊，甲过来就是执行长甲财务长啊，啊，对这个公司的报告啊，要有相关。揭露啊啊！我爱有负这个啊保证责任，应当爱负责。啊，过来内部控制啦，爱有效的进行评估啦，要求管理单位对内部的控制爱有啊有效的进行评估。啊，自这个要求了后啦，要求了后啊。会计系学生伫美国的台务啊，就做一个提悬起来。原早读会计出来，我讲啊，无啥路用啊，因为安怎呢？啊，即马都软体吼、哦，你都迄个用会计发票的凭证吼、哦，发票凭证啊，有诶扫描一下，啊，伊就自动跑一跑，财务报表就编出来，啊，使会计人员。诶，啊，即卖是讲会计人员，伊拢爱做内部控制嘛，伊拢爱签字、爱盖章，所以讲因对啊加强啊这个会计师甲审计人员的独立性，所以啊，若讲你若要啊，因这个外部，咱要请不得吼，伊讲袂使啦，雇用外部审计人员为员工。这个外部的审计人员就是会计师这方查销的人员啦，这外部不是伊公司内部，啊，这袂使。伊以前查过销，即卖叫来做啊，咱啊，咱会有做啊审计人员，安尼免哪会使哩？安尼伊会知影伤济嘛，啊，伊会底下可能有舞弊的情况。哦，啊，甲签证会计师啦，啊，必须吼，爱、哦、爱、啊、经过事先审核啊，哦，啊，甲要求。这也足重要，这安那重要？一个小，你那会计师拢无换，啊，都以前照安尼以前，那敢咱
咱迄个叫做预算啊，预算啊，咱有的人为什么说要采用临期预算，重新再来预算？哦，讲啊，以前的预算拿过来啊啊，再啊编编年度改一改，就这样送出去就好了。安尼都啊都爱安怎哩？在爱从有诶，搁咧讲临期预算啊，为头啊开始编吼、哦。啊，这就是讲必须吼爱我爱。这足重要吼，签证会计师啦，啊、哦，爱定期轮换，啊，加会计加要加强沟通，啊，加要我们一夜的要做会计师的专业费用啊，要表明出来。哦，你要会这个会计师签，啊，你签的啊，伊的工会偌济，那爱表示，哦，啊，过来就是强化主管机关的监督吼、哦，啊，主管机关。那因为一切都是安龙案件啊，所以讲以前三年的小啊，必须过爱过查过就对了。哦啊，上次公开的签证会计师事务所啦，那爱做监督，啊加伊调查伊的签合的品质，啊加看我有这个有怎独立性无？哦啊。要来查啊，这个会计师事务所有关人员违反这个专业准则的精神，吼、哦、啊，这就是咱内部控制上重要。那这几部分啊，那有做到啊，我看应该要发生啊，咱要讲的这个舞弊啊，可能就较未发生。啊、所以讲，最后啊，来做一个啊结语啦吼。咱主要就是讲，爱建立啊正直的高道德标准的文化。这点啊，我回想我细汉的时阵啊。阮阿公甲我讲，讲日本时代咧困啊，门都免关啦，啊无迄个咧关门的啦。啊，实际上，那实在，那照历史来讲，咱敢讲三顶文化要来关一顶文化的人，咱较早。我是日本人，照历史来讲，啊，因为1945年4月7日，日本天皇把台湾列入去日本领土，就是日本啊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啊，咱迄阵啊是日本人。啊，所以讲有人叫我讲，以前阮老母叫我讲呼咪呼咪，啊，我那叫做呼咪，啊，我是呼咪迄口嘛，爱叫做呼咪嘛，所以阮会了解讲啊，这个情形实际上日本的管制台湾，我的感觉是比。李王政府来管理，好足济，好足济。啊，这就是讲，咱爱去建立一个啊高道德标准的文化。啊，这就是那是爱迄、那个内部风气啦，爱做出来。好、哦，啊，这个爱建立这个工作场所啊，甲这个环境。啊，所有的人爱。因为吼师才师任，爱经过训练，啊加确认加这个函证，所谓确认函证啊，这就去调查啦，去了解这个人的个性安怎啊进行。啊，那是有什么啊发生问题，爱我爱有这个惩罚，吼、哦、啊，咱的了解的是就是讲。咱第一个部分是这个情形，啊，咱过来看啊，刷落。
啊，即摆那是即、這个，咱敢讲经营阶层，就是董事长啊，这个人的责任，加即个执行长、加财务长啊，要随时爱来评估即个舞弊的风险啦、啊，吼、哦、啊，尽量来评估啊，来认真衡量，吼、哦、啊，来减轻，啊，这上主要就是爱来防止，吼、哦、啊，来控制、预防、减轻即个舞弊的情形，这就是讲管理者啊去做的，啊个啊。啊，咱过来，再来，啊个审计委员会的设立啦，啊，咱有设一个审计部嘛，现在地方政府，啊，但是审计部是不是有做甲精神有做出来？我感觉拢做无够，拢做无够。啊，这主要就是要创啥？那么来审查组织财务报告，甲内部控制情形，啊，甲来防止这个啊资深管理者阶层的迄个舞弊，吼、哦、啊，来禁止董事会啊更能有效的发挥控制这个基础，吼、哦、啊，这就是咱所讲的审计啊委员会的监督来做出来。啊，我简单时间啊，差不多要一分吼、哦，看大家有啥物问题哦，啊，和大家来 Q&A， 快。啊，那无啥物问题啊，感谢大家啊，感谢，咱下课。起立，立正，行礼，请坐。